怎么又来了？干啥呀？我来找你面试啊。你他妈低了我狗脑袋，给我面上试了。我给隔壁谈了一个新咖啡店，你来我这上班呗。你有病啊！你钱多烧着了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，你就是看上这是女老板了，就是装装。不是我看上谁，跟你有鸡毛关系啊？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你好，金小姐，我是隔壁咖啡店的新老板，我不正马上开业了，我来看看。这是不是前几天那个变态啊？对，就是他。嗯。你好啊，你要不要上里面参观一下？啊，不用了，我就来看看余年。哎，余年这么好的人呢，你得好好珍惜啊。那话说，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的，他可是我一点点教出来的。多谢。那我就先走了，这准备开业挺忙的。回见。把这鞋整的。你俩是不是认识的？这咋修呢？修好。我现在哎，不认识。哎，那个，哎，不认识，不认识。这都多明显了，那啥都能看出来吧？哎呀，我俩不好说。这有啥不好说的呀？这不就是你以前的老板吗？怎么的？你还怕我以为他能把你撬走呗？啊，那个，对，我肯定不能走，谁都撬不走我。你以后就能有工资了啊！那行，那正好开工资了，我给你买双新鞋。算你小有良心，疼死我了都。